现代社会科技迅猛发展，经济日益腾飞，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加快。为了赶上时代的步伐，创造更多的财富，人们不得不在忧患中加快行动的脚步。然而很多人最后却因此而疲惫不堪，甚至无法获得内心的安宁。而《易经》艮卦所蕴含的道理就能将这些问题一一化解。那么艮卦究竟向人们提供了哪些克服忧患、提升幸福感的方法呢？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《易经》的智慧，敬请关注《大忧大病》。艮卦它是两座山，下面一座山，上面一座山，那你就叫山卦好了吗？不行。因为山太具象，只能代表那一座一座的山，这不是艮卦所要说的事情。我们选来选去就选一个艮字，那个艮是什么意思？艮就是狠的意思。艮怎么会跟狠扯在一起？你看看，当你看到一座山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哦，山好美，而且登高才可以看得远。爬，你就没有想到你要爬这个山，你的心太狠。为什么？你就没有跟你的身体商量商量，你吃不吃得消，上去后怎么样，还下得来吗？那万一下不来怎么办？你都不想，狠着心就爬上去。哎，你说我刚好相反，我看到一座山，我很欣赏，可是我不爬，那更狠，不爬比爬更狠，你使自己一点点乐趣都没有。仁者要山，那你是个不仁的人，那不仁人当然是狠了。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说怎么《易经》这样扯来扯去，他都是经过很深层的考虑，他才会用一个字的。我们先看序卦传。物不可以中动，天底下没有一样事情它是可以不停的动。止字，所以说你动动动动动，它慢慢会止下来。其实很简单嘛，人动久了会疲倦，轮子动了以后，因为它跟地面有摩擦力，它就慢慢减速，最后一定是停了。故受之以艮。艮呢，它跟震它是连在一起的，咚咚咚咚咚，它自然就静，静静静，它自然就动。所以，你说把艮解释成停止，那也是不对的。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就是你去想象，风雨中的宁静，那才是真的艮的境界。你看现在人最清楚，现在人动动动动，它就止不下来。现代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能震不能艮，知动不知静。震卦与艮卦互为宗卦，如果说前者是震动警醒，后者则是动中能静。曾仕强教授认为，现代人普遍缺乏的就是一种身处闹市而心如止水的境界。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难以静下心来？通过研究艮卦的卦辞，人们又能从中得到怎样的启发呢？卦辞怎么说的？艮其背，背是人的后面。大家从这里可以体会到，我们为什么看到一个人，老会看他眼睛，就是他眼睛有表情，他会透露很多资讯。现在一个人背对你，你就惨了。你完全摸不清楚他的底细，不惑其身，就是说你看到背面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前面，你看不到前面你就忘了我了嘛。人与人是一面镜子，你的表情都是他引起的。所以中国也讲得很对啊，我喜欢生气，我干嘛喜欢生气？我喜欢生气才怪呢，都是他惹的嘛，他不惹我，我会生气，也有一部分道理。我本来高高兴兴的，
你那个表情，那我不生气怎么办？所以你看，耿其背，不惑其身，你就没有这些情绪的起伏。行其庭，不见其人，都在同一个庭院里面走动，怎么你人都看不到？你就知道他背对背嘛，背对背这样走过去的时候，你怎么看到他？谁？背对背表示什么？一东一西，就算在同一个庭院里面，你也看不到对方是什么样子。你说没有，哪有？偷瞄他一下吧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你人要止的时候，你就要不要去看那些会让你激动、会让你起心动念的东西。所以这里面整个就告诉你，你怎么样才能无咎？两个字没有写出来，就是要静坐。静坐就是，就算你在我面前，就算你眼睛瞪着我，就算你对我微笑，我没看到，我不受影响。静坐，闭目，你才能够真正的忘我。其实这一段呢，你如果跟老子所讲的，我的大梵就是我的身体，把它连在一起，你就会更清楚。老子告诉你，只要你有这个身体，你就不免起心动念。一万一来，你就惨了，你就招架不住，然后你就起了很多欲念，所以你必须要止欲。欲是在哪里？在你心里头。因此呢，我们才会想修己，修己，止欲自修，才会无咎。古语道：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；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。”人们身处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、经济迅猛腾飞的现代社会，学会止欲而修己，才不至于误入歧途，招致祸患。然而，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有时该动还得动，该出手时就得出手。那么，根据艮卦的道理，人们对于何时动、何时静，又该如何把握呢？彖辞讲得很清楚，艮是什么？止也。这个止不是静止，也不是永久不变，都不是，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他就解释了：时止则止。你应该止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止。然后又告诉你：时行则行。你应该动的时候，你不能不动啊。就好像一个人，不管你讲话，你讲话，所有人脸色都给很难看。你讲什么？啊，我不说，不说，大家很气。你没有嘴巴，该你讲话是不讲，要干嘛？这就是不了解艮卦。一切都是时，时一到，你不做不行；时没有到，徒劳无功。所以那个时啊，为什么《易经》每次讲“时之易，大矣哉”，就是一切都看那个时。你要随那个时，时间不会配合你，你要全面去配合时间。动静不是其时，就是说你走路的时候，就是你该走路的时候；你静坐的时候，就是你该静坐的时候。我在国外看到他们正中午在慢跑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子时跟午时，人就是应该静，应该躺在床上。所以午休是很好的习惯。啊，外国人中午在那跑，那个时不对，你所做的就是伤害。其道光明，为什么会光明？你身体好，心里宁静，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动，什么时候该静，你还会吃亏吗？那你不吃亏的话，你心里就很喜悦，那心情喜悦，前途自然光明。耿其止是用来解释耿其背的，因为前面叫做阳，后面叫做阴，阳总是比较动的，阴是比较静的。你看你这个一气起来呀，前面就会起伏，
背会吗？背不会的，背还是那个样子。所以你从背后很难的看出一个人的情绪，但从前面很容易看出这个人情绪。所以耿其子就说你看他的背面，你只看到他比较相对不动的那一面，就不会影响你啊。子其所也，这个所是什么意思？所就是你所要的东西。你看那个没有动的，你就看不到你所要的东西。为什么你所要的东西跟动有关系？第一个，你看哪里动，你眼睛马上看到哪里。上下敌应，就是上下是同性相称，不相宜，就是没有相配合的。是以不活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见其人。所以你就等于说，你看不到你想看的东西。只要你没有看到你想看的东西，你慢慢的你就会消失掉那个欲望。好比同样在一个庭院里面走路，但是你又看不到他身体，你就等于看不到这个人。你看不到这个人，你就忘我，你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要求。这样的话你就无咎的，你就不会起心动念，你就没有看到什么你所想要的东西，你心就不会乱。现在不是，现在统统展示给你看，生怕你看不见啊，一买买几十个玩具给小孩，生怕他心不乱，他心就乱了。心乱了不读书，你还骂他不读书他是不会说话。我就说你把我搞成这个样子还骂我呢，我不骂你就好了。人是有两种的，一种是人不见就不见，这个人不得了；一种不见，我眼睛擦一擦，不见头转一转，不见我非见不可，那就完了，那叫自找死路嘛。可是我们现在都是鼓动他，你要自找死路。这个教育啊，方向整个错误。我们一个人，爱是莫大于心死啊，心死了以后，他就会因循顾切，他就会懒惰，他就不求上进。所以他做小坏事情，他也不感觉到什么，一直积极到最后，他都没有感觉的时候，那你要震他，你不震他怎么行？所以你一定要振奋人心。你看啊，一年四季都在振，是这样解释吗？好像不是。春夏秋在振，冬没有振，冬一振那整个都振了，那就完了，那就没有收成了。春夏秋是不能够不动，但是到了冬天，你一定要懂得长的功夫，就是要梗，以一个冬天的静来支持三个季节的动。这就一句话了，休息才能够走更远的路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大自然以四季的变化向人们昭示着万事万物的动静之理，这也反映出了《易经》艮卦彖辞所讲动静不失其时的含义。艮卦的彖辞说艮止也，那么止与静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？儒家经典大学对此又做出了怎样的阐释呢？一个人屈，你才能够生更长。你进要进到什么地步？你看我们没有用进，我们用止。止是什么？止是进到像什么？像这个卦象，像山一样的进。山不动就不动，其实山也在动，但是最起码它是所有东西最不动的东西。君令如山，谁能够撼动？不动如山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
这个都是我们常讲的话。我们大学里面那一段话，各位都很熟悉的，那就跟艮卦连在一起。子，它是最少开始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所以一个人有没有定力，就看你静不静得下来。你说我很静呢，那就要问静到什么地步，静到什么程度。你只是装的在那里，只是静个两分钟。你看小孩大概只能静两分钟，他又动了，固住好，然后又动了，因为他没有修养啊。大人如果也像小孩一样整天都在动，那你一辈子能做什么事？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。你看静还是在蛮后面的，静是很不容易的。老讲你说要外面静你才能静，那你永远不能静。你跑到深山里面，那个鸟叫啊，虫叫啊，青蛙啊，搞得你比都市还乱。静是你心静，不是外面静。静而后能安，安很不容易啊。你自己都安顿不下来，你怎么去安顿别人？你看老板很浮躁，你的干部能安顿下来吗？他所站在工作，老是在想你要干嘛？你是对我满意还是不满意？那他根本没有办法工作吧。安而后能虑，我考虑就必须要很安，我才有办法考虑的周全。这个虑啊，是不是因为笔画太多了，现在人几乎都不讲，现在人都说什么，都说思考不说思虑。我刚开始不能接受了，后来我很能接受，因为现在人他不打自招啊，他根本没有心你的虑啊。虑而后能得，你必须要想得很透彻，摸得很清楚，你才有办法得。这个得就是行道有德，就叫德。当然这一部分呢，那老子是讲得比较清楚，我们以后有机会了，我们再来讲为什么虑而后他能得。有一句话是孔明写给他儿子看的，叫做什么？非临近无以致远。你一个人要找得很远，你的目标很长远，你静不下来，你就永远达不到。因为那个路看起来是很平坦的，那只是远看了，走近都是曲折的。山一看都是很漂亮的，很容易爬的，走近才知道，搞了半天还在山底下，还没有上山呢。哪一天你爬到山上去，你看那怎么还有比这个更高的？所以现在有人说我要征服这个山，那这种人太狠了，你征服得了吗？你死了山还在呀，还征服山？你看那些征服山的人最后都是死在山上，所以那叫做狠。对谁狠？对自己最狠。我们应该很清楚老子为什么要我们不争不争不争，结果你不争就没有人跟你争嘛。所以为什么狠，我们把那个动物性把它去掉，然后变梗，梗再加上上面一点，那就叫良。哦，最后脑袋一清楚，良心发现原来以前所有这些好的本性都放在背面，不是没有放在前面。这是我们常讲良心在哪里，良心在你背上啊，所以你发现不了。所以修行修行其实就是把良心从背后面拿到前面来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我们老想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，这第一个就是不对了，因为眼睛是最害你的，把你的欲望引发起来，功劳最大的就是眼睛。那你要被他迷，那有什么办法？所以我们为什么常讲一句话说眼不见为净，其实是蛮有道理的。为什么君子要远离厨房，就说你到厨房一看，
哎呀，这个白菜洗都没有洗，就这样切了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啊，你从那边拉上来，直接就摆上去了。哦，原来一盘菜从锅里面起上来以后，你就抓几个东西就往上面一摆。那你怎么敢吃呢？我谁叫你要看？中国人告诉你，眼不见为净，就是当你眼睛看清楚，你就知道原来什么都不干净的。这就是易经嘛。中华文化博大而精深，作为群经之始的易经，对中国汉字的演变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。正所谓一字一太极，一个艮字竟能反映出人从动物性向人性修炼的过程。众所周知，在易经中艮卦的卦象为山，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山来作为人生修炼的一个象呢？为什么？就是要做到有一天你能够太上崩于前而色不改。所以我们赶快来看大象传。大象它用尖山，尖就是铜的意思，叠起来的意思。尖山这就是说你一个不够了，你一定好几个加起来你才能阻止人家。你好几个山加在哪里，人家一看，哇、哦、这个山爬完还有一个山，算了算了，我不爬了，那个力道才会大。这样就叫做艮。君子以思不出其位，一个君子就知道我要守分，我要尽责任，该我做的我才去做，不该我做的没我的事。人生本来就是活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，做到什么地步就算什么地步，这才是孔子所讲的知天命。我不停的，我没有放弃，我对得起自己，我对得起朋友，可是是在时不我与，是在阻碍太大，那个山不是一个，几十个，那我爬到哪里算哪里。那个孔子一生就是这样，他也没有完成，你说他没有完成，他完成更大的，他只是当时没有完成，但是他死后完成的那些没有一个人赶得上的了，那远超过他当年的目标。所以到底什么是成，什么是败，现在你看我越来越搞不清楚了。这就是当你看山是山的时候，你要经过看山不是山，然后你才能回头看山就是山。这易经就这么个好处。艮卦是告诉我们指其所指，你指在你合适的那个地方。那我们下次会从六爻来探讨艮的阶段变化。谢谢大家。